我们首先男生们会根据对女生的了解先站个队，来请坐。怎么那么默契？我懂了，那边是没徽章沙发，这边是有徽章沙发。我恋不恋爱都挺小公主的呀。比如说你想要这个花，你会怎么说？哇，这个花好好看哦。如果只买一只的话，哇哦，只有一只吗？扎心。你是会说那种甜言蜜语的女孩吗？那是谣言的意思。他问你有想我吗？可能我虽然没想，但也要说我想你啊。天哪，原来是这样子的世界。为什么呀？我微信里面没有前任的微信，就都删光。但是我觉得分手以后了可以做朋友。怎么做朋友？那就说明你们俩没有喜欢过。我最受不了就是两个加盖上都有个链。我觉得也蛮厉害的。那你回来可以为彤彤做一下指甲吗？就奖赏他坐过来支持你的这份热情。都走了。接下来如果要为谁化妆就站到谁的身后。三二一。